我本身有一个妇女病，那时候就是一直经期一直来着不停，差不多来了3个月。那么接触了这本书之后，我就跟老师交流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问老师，我讲老师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我想问你，我讲哦我有这种情况，所以老师就讲 OK Irene 你 ready 吗？他这样问我，我讲啊 ready 啊，怎样老师？他讲你深呼吸，他叫我呼吸法，所以你深呼吸啊，你觉得怎么样好一点吗？这样我就跟着他的方式这样去做那个深呼吸，然后他就在那个网上一直在带领着我去做他的心法，这样我就跟着这样去做，做了之后他问我好一点吗你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整个能量场真的没有能量啊，负能量的那种，因为你一直留3个月，你可见你已经真的是没有能量了，已经很low了。那么我不知道这种是他叫我做心法那时候的是加持还是什么，我就感觉到整个人没有这么累，然后就比较舒服了。然后我就讲老师好了，老师就笑笑讲，这样我们就接触了我们的在网上的交流，我也没有想什么东西，就想哎，老师帮了我就这样啊 ，OK。那么到我就做我的东西，到5点多的时候，我就因为要煮饭那些嘛，我就去煮饭，煮了饭之后我就通常我煮了饭我就会去冲个凉，所以那然后当我冲凉冲到一半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打了一个冷战啊，这样就发现到那种淤血啊，突然间从身体里面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就整个人吓到，那时候真的是给他惊吓到。那么吓到的时候我就都是要处理他，就快快处理他，之后我也没有察觉也没有放在心上，就 OK 了，不管他是什么情况。那么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个月经没有再来了，没有再来，我讲这是老师做了一些东西，我就这样问，然后我就看到又看老师在网上，我就问老师这是你加持了我，老师就给我一个笑脸也没有讲什么。所以你问是怎么的仪式，老师就是这样，真是没有仪式，不需要什么仪式，只要你相信他，然后他教你那种法信法做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东西的异状。之前我看了很多妇女妇科什么都看，中医也去看，结果还是这样，所以我很感恩，感恩天地让我认识了老师。所以因为这种感恩，因为这种的那种自己本身的体验，所以我就很诚心的跟歪力一起邀约老师，我直接的告诉老师，我说老师马来西亚的人真的很需要你，因为我自己一路一路这样跑来，看到自己的不同家庭的阴晴的转变，孩子的听话，因为我是一个很诚心的相信老师的东西读到完的那一个，所以我就把它传给，把这种爱这种我得到的利益慢慢的慢慢慢慢一点点去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当我们能量场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要会找了很多东西来弥补这个。有些人不知不觉的可能那个环境里面他的爱拿得不够，那么他又不知道要怎样去爱，所以他就会去多起很多做很多东西去找到父母的认同啊，希望父母看到我啊，去表现最好的那一面出来，结果有些父母会给很多 recognition 孩子，有些因为可能他父母也没有给他，所以他也不知道怎样去给孩子，所以这样这个孩子他要存在嘛，他要得到那一份爱哦，所以他做很多很多东西来要证明给父母看，我是值得你爱的，所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不同人呐、是缺乏爱的，就会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做到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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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我是存在的，我是最厉害的，我是最伟的，他要这个能量做的原因就是我值得你的爱，
所以他做的很多很多他自己不解得的，来去拿到那个爱的能量。当他接触到老师的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这种爱是从哪里来？从你内在来。你里面的能量一补充足的时候，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去外面拿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能量场的一结合，他们就会感觉到，啊，原来我所找的爱是在我这边，不在外面，所以他们就会感动的那个泪自然的出来。我刚才看到 Anne 笑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是不是说到你你的就是你的事迹？对对对，他讲的对，因为自从小的时候我是哎一直要找特殊的人，哎自己要一直要特殊，因为要博爱吧，就是这样的理由吧。我是觉得，说他讲对点了，讲中了那个点。当我看那个超级生密码的时候。他老师的教育，老师的教育给我，还有老师所写书里面写的东西都很简单，但是只要老师的书啊，并不是你说你读我你表面上的文字，你只要用心去体会他的文字的时候，你就会感受。老师在教我们一步爱与感恩，就是讲爱与感恩来讲，对每个人来讲可能就是四个字罢了。但是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啊，把那个爱与感恩融入在你的心的时候，把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那种层次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东西很多进来的时候、哦、你都能够、哦、马上你就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马上能够运转，很多东西你都能够运转。所以、哦、从在生命超级生命系统里面来一路走来讲、哦、给我感觉到就是只要我们真情流露，把然后用心去啊用心去体会，然后去做那个心法一二三来讲，你会看到你的人生进步的不同。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啊、哦，本身他是一个有皮肤病的人，嗯，已经有十年了，嗯，其实来讲，他这个病来讲啊、哦，已经看过中西医，专科都看了，看了，真正是啊、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讲说、啊，只有那种身有体会那种人的哈、哦，才会知道哈、哦，在这种环境哈、哦，你是很痛苦的，因为。这种病医生跟你讲说这种病是啊那个西医讲说这种病是一种啊遗传病，俗称牛皮癣、嗯、你知道牛皮癣来讲如果是发作到很严重的时候你身体会腐烂的，而且会很痛很痒的，然后每天脱皮脱到每家里都是皮来的。但是我也很无奈，怎么呢，中医看了西医看了都没有效，然后哦然后开始我进超级生命系统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想到有这个因缘啊。所以就有一天我跟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就问老师，然后老师就跟我讲，我就把我儿子的相片发了给他，他就跟我讲这是一个因果病。所以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然后他讲说我需要做某种的，要就是要累积那个德质量来跟负能量做调停，才能够把这个矛盾。摆平，这个矛盾是孩子身体里面的矛盾、啊、意思是说孩子身体里面的负能量要高于他的、啊、对对对对的正德能量啊，对，就是讲要把那个负能量做调停，让他们调节，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我的儿子的病、哦、他已经是很严重到就是讲说他痛到、哦、就是讲啊那种就是痛到晚上都不能够睡觉的。所以哦，我就跟老师讲，这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你需要做这样的东西，需要发一个愿，要就是要补传超级生命密码，需要印书来跟补传超级生命密码。然后，而且他是跟我讲说，30,000本。嗯。所以当时我想，30,000本是你买还是印出来？啊。哦。就是那种那本留一千亿。嗯嗯。所以我那时候想30,000本，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我就想，然后想到，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是考虑金钱的问题嘛，嗯，所以我在想30,000本，但是我一回头我就想，30,000本如果能够把那个局面改过，人家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钱是可以赚回来，所以我就发愿了，一发愿了哦，老师做了调停，我的儿子不痛的地方哦就不痛了，很神奇的我自己都不能够解释，然后。就在一个机缘下，经过一个人的啊穿针引线，我去找到一个啊可以
医这个病的那个医生，只是在短短的四个月里面，我儿子的病已经是好了。所以因为他之前还有这个病发的时候，他是很自卑，他不想去见人的。现在是完全好了。现在是完全好了。怎样就是太阳圣德老师通过你就是 copy 的3万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之后，当时我只是发一个愿，只是发一个，然后当然我还在行做这个愿，就是在行做这个愿。但是你刚才你也说孩子的身体里边负能量场太多了，他需要有一个矛盾。那么太阳圣德老师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无形当中的事情还是能量，就是孩子也许身体当中的正能量它高于它的负能量场。老师可以做这种调停，这个我不懂，因为没有仪式，很神奇是没有仪式的，但是你会看到那种改变。在当场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改变。所以是太阳圣德老师亲自过来的，在现场的，还是就开过照片之后？没有，千里之外。千里之外。当时那一瞬间你感觉怎样？你是怎样感觉那一瞬间孩子有变化的？因为只是在做那个调停的时候啊，隔天我的儿子就跟我讲他不痛了。不痛了。然后慢慢就会好了。然后就是因为老师有跟我讲，因为我儿子这个病已经是很久，需要真的是有一道良医，但是就是通过这样的因缘际会来讲，就有一个人介绍我去看那个找那个医生，通过这个医生来做调理就好了。所以这些都是常常讲，我们讲说有些东西如果是负能量来缠你的身的时候就是良医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所以虽然是这些东西我们讲到很闲我们讲到如果是讲就是讲很闲，但是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代表没有，就是这样。我之前也接触过Vinaya，然后之前也是比较强悍的一面一直在工作当中，然后自从上次因为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帮，因为我们之前又认识了一个朋友的介绍，然后他就来到了电台，然后就感觉跟以前感觉不一样了，似乎像水一样了。好的，谢谢你们的赞美。其实呢，我也是相信 Irene 和 Tim， 就是我相信朋友，因为我其实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身心灵的，完全一些正规的那些课程我也是没有上过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相信了他们，然后我也相信老师，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很努力的去就是帮他们宣传，告诉我朋友就是艾瑞娜有什么这些改变我也很感恩我的朋友都很相信我，都有一些人来上课来讲座会，然后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觉得就是和N 一样都是要做一个女强人嘛，但是有时我们太强了，就女孩子女人的那另外一个温柔那一面就慢慢的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一面读老师的书一面念他的那个心法，我觉得我开始变回人了。我每次都这样跟我的朋友分享，因为呢，我们你的老公肯定很高兴。他也是有看到我的改变，他自己也有改变因为我们出来社会打滚都是要戴很多面具的嘛，是不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开始变回人的意思就是那些面具已经是不需要戴了我也不用特别去讨好别人然后我也不用隐藏我想讲的话，或者是隐藏我本来的真心，就是我现在会真心的待人，因为我知道我做的都是为对方好嘛，所以我就是很真心的去分享这些心法。那么在这边呢，我其实是算是初学者，那么我也是跟着老师的步骤尽量的去做，虽然我不懂我做到对不对，但是呢，我看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就说过了，你也是一个。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的心法是做对了，才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是从原来一个女汉子女超人变成了如水一样的女人、这个是老师已经有讲过副产品，就是我们会越变越美的，皮肤会越来越紧的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时我想，因为我是做 marketing 的，所以呢有时我就会想我要约一个比较难缠的顾客但是我想想现在，好奇怪哦，我还没有打电话去约他的时候，他竟然就已经来约我了，帮我确定时间而且还要帮我订购一些我的产品。所以我就觉得以前我可能就是要费尽心思去讨好顾客嘛，但是现在我不用那么费尽心思，我只要心想事成当然心想事成呢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你的条件就是每天做心法，先把自己的负能量去慢慢消除整合它，然后你只要做到你的功课，这是我觉得的啦，然后天地就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不用特别去求。点击以下网址 follow 榴莲台的最新资讯。你好，我是东门榴莲台的凯明。